立康的是婚姻交往客家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，哈克西游闹交往活动，即间伫立伦运动公园热烈展开。活动中唔那是有各种交往剧本表演，交往客家美食品尝，也佮有各种亲子手作体验，展现交往客家的独特魅力，吸引真侪民众共享盛举。舞台顶由李伦乡去公国小表演着坎坷之个舞狮顶头，即天伫李伦运动公园举办了哈克西游闹诏案活动，唔那提供各种交美食和在地嘅文表演，佮有穿客家衫、手作活动等等，是予参加民众拢感觉相当嘅趣味。来这里做主编，然后这里有很多摊，然后这里天气很好，因为今天生日才特地来的，就是来这边看客家文化的一些表演，就是看国小啊，还有一些老人会的表演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手做的东西，还有在地美食，觉得很有趣，很好玩。借由就网络的机会，然后知道二龙有在办这个活动，然后就特别前来体验。然后很特别的是还可以穿客家服，就是很难得的经验。这几年来，李伦乡公所是相当积极推广交往客家文化，并希望将交往客家来传承。李志刚的活动满意交往三宝，开嘴赛、布袋戏、七砍武术作为主题，希望将交往客家文化介绍给更加多人知影。啊，今日现场我有传真侪客家的美食，哦，嘛有哦，咱的油葱粿啦，客家菜脯粿。哦，客家咸猪肉等等，哦，以及着咱现场嘛有真侪 DIY 的活动，哦，啊，搁有咱的传统武术表演，啊，伫遮要再一次感谢甲欢迎咱所有今日来到现场遮乡亲，啊，大家落来咯，谢谢。将客家人是台湾重要的族群之一，你将客家文化嘛是台湾珍贵的文化，但如今面对着失传的危机，希望透过活动来凝固对这项文化的自信。将这个活动继续办落去，让台湾客家文化一代传过一代。今天的客家活动非常的热闹登场，不只有好吃的，也让很多的长辈跟孩子一起来参与。那借着这个客家的活动，我们不只是要让孩子们认识我们的诏安的文化，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传承我们诏安客语之美，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每一年都是这样热闹登场的办下去。立康隶属婚姻将客家文化节各真侪系列活动，欢迎大家一同踊跃来参与，亲身感受将客家文化的魅力。记者谢以新采访报道。